三號多謝大家，民主派係全力支持三號，多謝大家。點解支持我李翠仁？多謝大家，出嚟投票喎！支持三號，多謝大家。多謝，我係李翠仁。係啦，大家一齊撐，多謝大家，我係李翠仁，請支持。集中，多謝你。 咁你揾嘅走勢嘅替你又要，大家一齊拉票，你係我李翠仁，集中去贏分享律師，請大家支持我李翠仁，多謝大家，我喺請支持我李翠仁，多謝大家，集中去，集中去贏分享律師，啊，咩馮檢基而家係冇任何政治聯繫，啊，依個係最大嘅分別，佢自己個人出嚟選，啊，所以咧民協都冇支持佢。 所以咧，民協都冇支持佢，所以依個最大分別咯，即係我哋成個民主派團結啊，佢自己個人去搞嚇，好唔好？多謝你，多謝你支持嚇，多謝你問我啊，我係李卓仁，請大家出嚟投票支持三號，多謝大家，Hello，出嚟投票喎，三號，多謝你，多謝你鼓勵。嗱，今次咧就好多人話都會投票，但我最緊要大家就係希望大家集中三號，因為依個係三號同五號之爭。 集中就贏，分散就輸。我哋三號被戒票，被抹黑，而家仲話有白票黨，希望大家支持三號，集中三號啊！李翠仁，多謝大家，大家一齊努力。Hello，小朋友，好，我係李翠仁，請大家支持，多謝大家，出嚟投票啊！唔好放棄香港，而家唔好放棄香港最緊要，你好，請支持我李翠仁，多謝你。Hello。 各位街坊、各位朋友，你好，我係李翠仁，係啦。Hello，你好，好歡迎街坊，你好。咁希望大家出嚟投票支持三號，三號啊，為香港民主、為香港一國兩制，大家一齊奮鬥，多謝你，多謝你，唔緊要，好多謝你，大家自由選擇，我係李翠仁。唔好話一定係好啊，唔好啊，人要多啲人唔使睇其他人先得。 啊！你唔好淨係諗住我邊硬啊！一定要大家出聲啊！同我拉票，集中就贏，分散就輸。我係李翠仁，多謝大家，請支持。有我李翠仁，出嚟投票啊！啊！多謝你，多謝你，多謝支持。有我李翠仁，出嚟投票啊！大家一定努力，大家一齊努力，香港人一齊努力，贏翻次。好，多謝大家，我係李翠仁。 你好，請大家出嚟投票支持，多謝大家，出嚟投票啊！聽日係啦，係一定多謝你鼓勵，一定大家一齊加油，為香港加油，多謝大家，我係李翠仁，你支持 ，Hello， 出嚟投票啊！支持三號，多謝你出嚟投票支持三號，多謝你出嚟投票支持三號，集中嘅贏，分散就輸，希望大家唔好放棄香港，我係李翠仁，我係李翠仁，而家係我哋香港人一齊捍衞香港嘅時間，希望大家唔好放棄。 我係李翠仁，多謝大家，出嚟投票喎，請支持，多謝大家，你好，黃家傑喺度，陳淑莊喺度，你好，我李翠仁，出嚟投票支持，你好，我李翠仁，出嚟投票，多謝大家，Hello，你好，我李翠仁，出嚟投票支持，多謝大家，集中就贏，分散就輸，係啊，大家而家選情告急，我又俾人抹黑，又俾人戒票。 你好，請支持我李翠仁，出嚟投票，多謝你，多謝你鼓勵。你好，請支持我李翠仁，出嚟投票，多謝大家。今次係三同五之爭，有人話其實就係一國兩制同一國一制之爭。我好同意，依個係國際城市同埋香港，我哋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同埋大陸另一個城市之爭，我係李翠仁，請大家支持，多謝大家。 黃之鋒喺度，黃家傑喺度，陳淑莊、陳戴耀廷同陳建文。
文苑喺度，多谢大家，希望大家出嚟投票支持三号，多谢你，我系李卓人。好人，你好啊，李卓人，系啊，多谢大家鼓励。投票啊，系啦。你话食紧饭啊？前线工作近十五年，做政府问责。各位街坊朋友，你好，我系李卓人，出嚟投票，我请支持。三号都系大家。Hello， 你好，都系你啊，一定努力，多谢大家，一定努力，我李卓人，系小妹妹，系就系，多谢你哇，你俾呢个糖糖，俾个加油，多谢你，啊，多谢，唔好意思，系啦。好 ，OK， 加油，拜拜，拜拜。三號咁樣 OK 我 ，OK，OK，、OK, OK, 好，多謝你。各位嘉賓，各位朋友你好，好，多謝你出現，多謝你出嚟投票支持。係啦，每一票都係咁緊要，大家市民唔好放棄香港。我好支持我哋卓人。Hello， 你好，出嚟投票喎、哦。去圖書館出嚟投票，我係李卓人，多謝大家出嚟投票，請大家支持。每一票都係咁緊要，從香港就係靠大家一齊努力，多謝大家鼓勵，有請支持。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李卓人。Hello， 你好，出嚟投票我支持三号，多谢大家。系啦，志峰喺度，阿家健喺度，摊人喺度，陈仲忠喺度啦，多谢大家。戴耀廷喺度，多谢大家呼吁，我哋全部一齐呼吁，请大家出嚟投票支持三号。我是李卓人，多谢大家。有请支持，出嚟投票喎，唔好放弃香港。有请支持，我系李卓人，多谢你出嚟投票，多谢大家，请支持。有请支持，有我李卓人，请大家出嚟投票，撑三号，为香港未来撑三号。喺后边啊，老细啊。系咩？阿明未到，阿明未到 ，OK。李慧玲 ，Hello， 多謝大家，請大家出嚟投票支持。我係李卓人 ，Hello， 你好，出嚟投票支持三號，多謝你，多謝你出嚟投票支持三號，我係李卓人。Hello， 你好，星期幾投票？兩陣對決，大家集中就贏，分散就輸。大家諗下，如果唔係投三號，佢話被戒票嘅話，其實就係、是。整個兩陣對決裏面，大家都唔想香港人輸嘅，希望大家一齊努力。我係李卓人，多謝大家出嚟投票啊！李支持啊！大家集中就贏，分散就輸。Hello， 小妹妹你好，我李卓人出嚟投票啊！李支持都係你，歡迎你投我。你好，李支持，我係李卓人。Hello， 你好，出嚟投票啊！李支持，你好，你好，我係李卓人。拜拜，係啦。呢、这個都係九龍西嘅選民啊！唔該，你同我拉呢、这個有票啊！呢、这個有票啊！有請支持，我出嚟投票喎！多謝大家，唔好放棄香港，大家出嚟投票啊！得，多謝你。阿明喺，好似等緊阿明啊！而家就好似，阿戴耀廷喺度，梁家傑，陳玉莊。陳建文，係啦，呼籲大家一齊出嚟投票支持三號，多謝大家。我係李卓人，出嚟投票支持三號，多謝你。今次兩陣對決，但希望大家支持民主多元，唔好俾威權政治得逞。我係李卓人，請大家支持。啊，你好啊，呢位市民你好，我係李卓人。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李卓人。喂喂，
一定努力啊！出嚟投票喎，系啦。喂，都系啦，好似呢个好似声差啲，细声啲可能好啲啊！你其实试下我，有冇？多谢大家，再细声啲。你好，我李卓仁，多谢大家，再细声啲，再细声啲。各位朋友你好，再细声啲得咋？吓，喂，各位朋友你好，我系李卓仁，大声问，小声啦，我退到边先？喂，各位朋友你好，系啦，系啦，向后又好啲嘅。你好，我李卓仁，出嚟投票喎、啊，出嚟投票，唔好放弃香港，多谢大家，请支持，多谢你，我系李卓仁。OK， 多谢，几多票啊？得唔得 ？OK， 得到两边得噶，呢个两飞定一飞啊？多谢。好啊，明嚟拜，大家方讲明你好，我系李卓仁，欢迎大家听日出嚟投票支持三号，每一票都系关键嘅，可能差你一票就可以赶走保皇党，可能争你一票就可以守护到我哋嘅富国，唔好俾暗政，冇水入蓝水海，可能争你一票，但系香港我哋作世城市嘅地位，大家一齐守住，你好，我李卓仁。你冇笑啊，高仔啊，得你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好想游步企跳啊！我觉得呢个系同我哋传统系啦，可能向前劲，我已知好多啲。嗰个出唔出到啊？嗰个系咪逼两飞噶？你好啊，李卓仁，出嚟投票，唔好意思阻住大家，请大家支持，多谢大家，出嚟投票，听日。好一票咧更紧要，大家一齐加油，为香港加油！你好啊，李卓仁，多谢大家。各位嘉宾、老朋友，我系李卓仁。请大家出嚟投票支持三号，三号，每一票都系咁紧要，多谢大家。到啦，但系咪拖？系啊，俾多五分钟。两票支持，各位嘉宾讲台你好，我系李卓仁。Hello， 你好，请大家出嚟投票支持三号，多谢大家。听日就系啦，每一票都系咁紧要。而家形势转成危急，希望大家系唔好放弃香港。冇放棄自己的權利出嚟投票，到底大家想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定係大陸而家的城市呢？呢係兩個未來的係對決。我哋希望香港繼續是香港，大家出嚟投票，支持三號，維持三號，我哋嘅一國兩制。多謝大家，我係李卓仁，請大家出嚟投票，支持三號，多謝你。你好，出嚟投票，多謝你。出嚟投票，唔好放棄香港。多謝大家，老小朋友，你好，請支持，我是李卓仁，多謝大家。各位地區街坊，各位家庭親屬們，你好，聽日就是投票日，而家是緊急緊急呼籲，選情危急，每一票都是咁緊要，因為我哋地滿黑，地賣票。地白票，希望大家好快自己的權利，在這麼危急的情況之下，大家香港人都出來為香港的未來大家投票支持，是民主多元和威權政治是對決。我是李卓仁，請大家出來投票支持三號，三號。各位朋友各位美福街坊你好，出嚟投票喎，好高兴，多谢大家，你有请支持，大家一齐努力，多谢大家，多谢大家鼓励，一齐努力，多谢大家，唔好放弃香港，我系李卓仁，多谢大家，你好，请支持，多谢大家。你好，请支持，多谢大家，我系李卓仁。
各位街坊各位你好，我是李翠仁，请大家明天出来投票支持，每一票都是那么紧要，大家不要放弃香港，我们翠仁出来投票啊，多谢大家鼓励，你好请支持我们翠仁出来投票，每一票代表着我们对未来的选择，大家想香港继续在香港定是成为另一个大陆城市，大家想香港是国际城市定是另一个大陆化了就不是香港的了，我是李翠仁，请大家支持出来投票，多谢你后生仔出来投票，请一起撑，多谢大家，我是翠仁出来一起撑，多谢大家，大家为未来一起努力，不要放弃香港，每一票都是代表住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承诺，就是我们继续捍卫香港，每一票大家都出来投，我们就有得赢的了，大家出来就有得赢，大家集中就有得赢，我是李翠仁，多谢大家，请大家出来投票支持三号阿 Danny， 多谢你阿 Bill 是不是可以 OK 了，各位来支持阿仁的民主派朋友，我们一起出到来是准备了，那呢大家可以走過去，明天就是投票日，今次呢我們呢是邀請到吳鴻，是案件之中呢為到香港的民主，為到香港的自由付出的朋友呢來到，是表達對李卓人的支持，兩位啊，美都不夠大，高的可以後排，高的後排，可以高的。後生的後排前排係嘛？後生嘅先，後生先要排啫。後生嘅前排。後生過嚟，邊個？特別後生嘅。你中間唔使唔用，真係喎。喂，點啊？你快啲啦！好，好多謝咧，今次大家都一齊嚟到，聽日就係選舉日啦，咁我哋嗌幾句口號先。票投李卓人，票投李卓人，票投香港人，票投香港人，票投李卓人，票投李卓人，票投香港人，票投香港人，全家总动员，全家总动员，票投三号李卓人，票投三号李卓人，选情严峻，选情严峻，差你一票，差你一票，香港告急，香港告急，差你一票，差你一票，票投李卓人，票投李卓人，票投香港人，票投香港人，李卓人，李卓人，当选，当选，李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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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人，当选，当选，当选，李卓人，当选，李卓人，当选，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当选，当选，当选，好。好多謝大家係嚟到支持，咁咧我哋今次咧邀請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包括係有佔中九子嘅朋友，包括有東北案嘅朋友，有公民廣場案嘅朋友，亦有反釋法案同埋刑事藐視法庭案，同埋最後咧係 DQ 案嘅朋友。咁我哋首先咧由阿仁係發言先。咁首先咧，我係非常感謝大家過嚟呢度支持。我記得咧，就好多論壇裏邊我都講，係啦，好多謝大家。其實喺好多論壇我都講一樣嘢咧，就係而家香港好危急，香港人一開始諗下諗緊使唔使移民，大家咧為未來非常憂慮。而成個香港前景，大家看到共產黨、保皇黨是一路打壓緊我哋，我哋嘅自由，我哋一國兩制嘅空間。而其中最明顯嘅例子係大家，大家就係最明顯嘅例子。香港，大家睇下，我哋呢度。全部都是，很多都是
政治檢控的受害者 DQ 的受害者，我是香港 DQ 議員 DQ 參選人，政治檢控令到我們很多是年輕人、香港人，我們很多人為了我們的理想、共同的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甚至要坐監。所以我今天在這裡希望大家香港人真的想想，我們要一個什麼未來啊？我們香港現在有政治犯啊，佔中九子現在還在等緊，什麼很荒謬的煽惑他人、煽惑公眾狂擾罪，這個罪都想得出，這個是什麼政府？這個政府是立心幾咁不良，為什麼要將我們香港人用一個大陸的方法？幸好呢還未有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如果不是呢，佔中九子就不是煽惑他人煽惑了，就是煽惑顛覆國家的權貴。那然後在個論壇那裡說，有人即是陳凱欣那些說，那這個是憲制責任啊。但我經常都說，問題是誰定義煽惑煽這個定義顛覆呢？是大陸政權。然後大家想想，譚作人遭豆豆腐渣工程四川地震，他真的被說是顛覆國家政權罪，所有維權律師很多都是顛覆國家政權罪。那如果香港我們又有這條罪的話，香港真的玩完了。所以我今天很感謝大家，是眾多的其實是政治犯，眾多的被 DQ 的朋友來到這裡為香港道德。有時我覺得很慚愧，很多人說我這陣子很辛苦的，一點都不辛苦，比起你們，比起大家所付出的，我又算是什麼呢？但我想香港人就要這樣想，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那裡是做好自己的角色，我們香港團結一定會是勝利。所以很希望大家今次選舉裡面，大家每個人有不同的角色，我參選是其中一個角色，助選是一個角色，投票是一個角色。但香港最不需要的角色是什麼呢？最不需要的角色是冷漠。那我希望大家市民朋友不要對香港冷漠，不要對香港是喪失我們的希望。我相信我們這裡坐你一路那麼多人，大家都為香港付出多少代價，但是大家有沒有說對香港沒有希望啊？覺得所以大家想想，我們這班肩並肩作戰這麼多年的朋友，我們從來都是打不死的。那麼很多謝大家一起，亦都是香港繼續打一場仗。我們很相信大家市民有眼睇的，知道誰是為了香港，誰是可以捍衛到大家的自由，我們的未來。我希望最後完了今場選戰，大家不用走說我們移民，我們說的是我們留在香港繼續抗爭。多謝大家，亦都多謝大家。團結就贏，團結就贏，分散就輸，分散就輸，集中票源，集中票源，票投三號李卓人，票投三號李卓人。好，咁我哋咧就請佔中九子嘅朋友係輪流發言。李夫咧係我讀緊大學嘅時候住嘅地方嚟，我所以係街坊嚟嘅。我讀緊大學，即係而家講緊咧係
即係廿零幾三十年前咁滯啦，三十年前嘅嗰陣時候咧，就已經開始爭取香港嘅民主。咁到到而家咧，我啲仔女都就係大學畢業啦，有啲畢咗業添啦。即係爭取咗三十幾年，我諗李卓人都係同我哋一樣咧，係絕沒有放棄。或許喺雨傘運動之後咧，大家對於香港能唔能夠有真普選咧，開始好多人咧係灰心。依、這個時候可能係香港民主爭取民主嘅運動咧一個低潮。但係我諗我哋而家係需要一個係堅定繼續去爭取民主嘅人。我諗我哋唔使諗噶啦，喺咁多個候選人裏面得一個嘅啫，就係李卓人，三無李卓人，佢就係能夠同我哋一齊經過三十幾年，到而家，無論點樣打壓，仍然會繼續堅持係去爭取香港民主。若果你同我一樣，由細開始，或者一路你冇放棄過爭取民主嘅話，請你星期日一定要出嚟投票。即使好似周圍好灰暗，但係我哋一定要唔好放棄，一路堅持落去，讓星期日嘅選戰成為整個民主運動嘅一個轉角點。因為我哋贏到呢個議席嘅話，係會帶嚟到我哋嘅希望，我哋會繼續堅持落去，同大家一齊請支持李卓人，三步李卓人。好，三號李卓人，三號李卓人。我講幾句啦。我認識李卓人咧，我諗有三十幾年。嗰陣時我啱啱大學畢業咧，開始去到參與一啲藝力團體工作咧。喺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我做義工咧，其實就同阿仁一齊合作咧，係做一啲有關公共事業嘅嘢啊，工人嘅嘢。當時我好佩服佢，因為我見到佢一個港大嘅畢業生啊，可以有所謂美好前途，就去做工程師啊，同埋英文係好好嘅。佢要投入嗰個主流社會係非常之容易嘅事。咁但係佢咧默默咁樣咧，就喺呢個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咧，就為工人去到奮鬥。咁啊，一去就幾十年㗎啦。我同阿仁咧係好多件事上面咧都有交叉點嘅。但我最深印象喺佔中期間咧，其實嗰段日子裏面咧係好多張力嘅。我哋內部裏面學生啊、NGO 啊、泛民啊等等，對好多事情都未必有一樣意見，大家都非常之高嘅情緒，或者有時候非常之低嘅情緒。但係我當時望住李卓人咧，我已經在佔中運動裏面，個個都話好冷靜嘅人，但其實我都望住李卓人，我嗰時覺得係一個定海神針。我只係見過一次崩潰，不過唔係呢度講。但係喺絕大部分時間裏面，佢係能夠幫住五方平台咧，係去到大家討論咧，究竟點樣處理當時嘅處境。咁如果我要諗嘅一個人咧，佢能夠喺泛民中間，大家可以互相可以尊重。同埋佢可以連結到公民社會嘅話咧，其實我第一個人興嚟出嚟。咁我覺得喺我哋即係而家呢個時候裏面咧，即係整個局勢咁混亂嘅話咧，我仍然都係好希望咧，係大家能夠支持你入。咁從三四十年前到今日，佢由始至終咧，其實都係冇變嚇，都係一片單心。放棄嗰啲所謂主流社會嘅好嘅前途。一路為最弱勢人去到奮鬥，用佢最大天賦俾佢嘅才華咧，係盡量去團結各方面嘅人。我覺得我哋係需要李卓人，咁希望大家支持佢，投李卓人一票，投李卓人一票，投香港人一票，投香港人一票。好，就呢個係我識阿李卓人最耐咧。佢係78港大畢業，我係79，唔係我1980咧，做學生嘅。所以咧就同你陣間食咗好耐時間，不過我就想講你一個角度。呢段時間咧對我感受最深咧，就是、香港嘅變化係得比佢諗仲快。咩叫快呢？就係、是、上兩個禮拜咧就城大裏邊咧出咗新聞，新聞界講出嚟嘅。城大裏邊嗰啲法官咧，國內嘅法官咧，
就個黨組去管理佢哋。香港人習慣咧，就係政府同埋子機構係冇黨組呢樣嘢。其實香港市民咧係喜歡民主，但最根本嘅底線咧就叫自由。呢、這個自由咧，當然大家翻國內多過我啦，我冇翻嚟。你翻上海、北京食嘢、搭車、生活冇乜分別嘅。香港好處就係你夜晚一定唔會警察突然間拉你嘅，除非犯罪。佢拉你咧都係俾你叫律師。喺香港個制度清楚嘅，每個架構每個公務員裏邊就一個架構啫。國內咧就有黨委書記。你諗下，如果第時我哋唔單止學校讀書嗰啲國內學生、法官有黨委去控制佢哋，喺公務員裏邊有黨委控制佢哋，甚至喺中資機構上市，大家知道啦，係有黨委控制佢哋嘅業務嘅。咁呢個地方同呢個上海同北京有咩分別？所以其實我好多時同大家講，我哋有時感受啲嘢咧唔係好快感受到，但慢慢就知道咧。原來香港同國內最大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制度和國是不同的，尤其是自由這個制度。所以我們為了守護這個制度，原因就是如果再這樣發展下去，即是很多人覺得為什麼還在香港生活呢？為什麼不去加拿大、不去美國呢？而我們是不想的，我想帶回來的。所以今次星期日簡單一句就是，不是李卓人這場仗，是香港人去抵住國內將香港大陸化這場仗，守護我們的自由。星期日票投三號李卓人，票投三號李卓人，守護香港自由，守護香港自由，票投三號李卓人，票投三號李卓人，守護香港自由，守護香港自由。謝謝大家。喂，嗱，今日咧，朱律師咧同埋曾耀華都嚟到，咁但係咧，佢都託我一定要喺呢度講，佢哋都希望香港市民可以出嚟票投三號李卓人，票投三號李卓人。咁咧就我講嘅唔係好多嘅啫，不過我就係想講咩咧？嗱，大家有冇留意呢一個禮拜？咁咧喺街道咧，或者啲地鐵站門口咧，朝早啊！成日喺度派喎，派嗰啲免費報啊、免費雜誌啊，咩《龍舟》啊、咩《香港仔》啊，大家今日望下《東方日報》嘅頭條，哇！真係對啊，李卓人呢個鞭撻真係非常之厲害。我越睇咧，我就越開心。點解咧？因為我知道共產黨心急，因為我知道我哋有機會贏咯，係咪啊？係。因為我哋知道香港人出嚟投票，我哋聽日就會贏翻呢個屬於香港人嘅位，啱唔啱？係。我講咗咁多啦，我希望香港人可以出嚟投票。香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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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聽日打敗共產黨。聽日打敗共產黨。香港人投票。香港人投票。票投三號李卓人。票投三號李卓人。聽日打敗共產黨。聽日打敗共產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陳淑莊，有幸成為 D4 第四被告。我認識仁哥咧係從電視開始嘅，正如 Benny 所講，我哋有六代人，即係我哋咁多九位被告之中有六代人，咁阿銘亦都計過啦，我哋有40後、50後、60後、70後、80後同埋90後嘅，我哋包攬曬六十年啊，好強，係啦。咁我係得到李卓人嘅啟蒙，因為人生第一次上街就係64嘅8號風球嗰日，係啦。咁一路都係睇電視睇住仁哥究竟可唔可以出翻嚟？咁仲要加上上個星期仁哥嘅造勢大會，聽埋阿小強律師講嗰一次喺飛機上面發生嘅事情。我諗即係作為香港人，尤其是同我同一代嘅人，睇住香港點樣起飛，睇住香港點樣變，睇住而家第二次嘅移民潮，覺得好心痛。
我記得那天在陳建文的最後一個那裡聽到一個叫做貧賤不能填文，對了，究竟我們是真的抱著一個這麼灰的態度，因為我貧賤所以不能夠移民，還是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心態，既然我們要留在這裡，我們就要變得更加強，我們要令到我們自己最愛的地方變回好，希望大家明天作為香港人一定要票投三號李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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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我是 D6 啊，咁就喺最細嘅嗰時，單機最細嘅。咁我識咗阿仁咧，其實咧我睇電視，我由細個睇電視睇過仁哥啦，到而家啦。即係因為我係九四年出世啊嘛，咁就我最主要想同即係講兩件事。第一件事咧就係一三年啦，一三年大家記得咧就係、是、當年咧就阿有報紙揾。做訪問，因為我嗰時好熱熱支聯會愛國愛香港精神，我嗰時就記者叫我同阿仁哥對談啦。其實入邊咧，即係大家可以查翻個報道嘅，我係覺得仁哥係一個好包容、好誠懇、願意互動嘅。因為今日香港仲有咁嘅氣量嘅人咧，就唔多啦，政府入邊一啲冇啦，係啦，起碼民主派入邊，我見到係仁哥就一定係一個好有氣量嘅人，因為就算。同佢唔同意見，就算我嗰陣時真係好唔中意支聯會嗰個主席都好啦，但係我都係我嘅六成。咁但係咁樣嘅一個態度嘅政治人物咧，係即係多一個喺入立法會入邊咧，就可以更加連結到我哋外邊嘅抗爭力量，連結到外邊嘅公民社會，去到入邊立法會去為大家、為香港人去做嘢。第二件事我想講咧，就係喺呢個佔領嘅時間。佔領的時間基本上即係學生又好啦，佔到衫子又好啦，我哋記得嗰陣時有個多方回應嘅。嗰陣時我喺下面台上面金鐘啦，即金鐘大台面咧，發覺泛民有啲咩問題，有啲咩事咧，我就第一時間就揾人哥啦，因為我真係第一下就諗起佢啊嘛，因為冇其他人可以取代到人哥嘅地位喺嗰陣時入邊，因為呢一個溝通橋梁非常之重要，一個跨代跨光譜嘅橋梁係非常之重要。即係仁哥最近受到嗰啲咁嘅攻擊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啲即係歷史入邊好正常嘅事，因為一個有經歷嘅人咧，一個有歷史嘅人咧，就一定好多嘢可以挖出嚟。咁但係我哋今時今日，我哋投票係投咩人？我哋投票，我哋揾唔到個原人出嚟㗎，我哋揾唔到一個係可以全能、全善、全知嘅一個人，因為嗰啲人只會係上帝嘅啫。我哋冇可能立法會投票入面咧投到上帝出嚟，我哋都冇可能投到個救世主出嚟。但係我哋投票，我投俾一個咩人？我投俾一個可以代表到自己，係可以代表民主聲音進入立法會，係可以令到我哋而家呢一刻係仍然繼續有個堡壘、有個平台去抗爭。呢、這、一個就一定係你出嚟，因為今次選舉入面就一定大家一定要記住。唔單止你哋要投票，係要叫所有有選票、有登記做選民嘅朋友出嚟投票，因為而家我好擔心嘅投票率，我唔知道究竟有幾高嘅。而最尾去到最後，大家係一定要靠你張票，靠網上邊去講一句話咧係冇意思嘅，因為最尾結果就係睇你張票，就睇、是、個票嘅數字。所以希望大家係可以全力支持三號李卓人。除了是佔中九之案之外呢，我們亦都有是為到爭取規劃民主、規劃公義的東北案的朋友呢是來到支持的，那希望呢是東北案的朋友都來發言幾句。喂，柏成大家好，咁我係林朗彦，咁身邊新年 Kyo， 我哋都係東北岸為東北呢個前期撥款，我哋當日係去抗爭衝擊立法會，所以被判13個月嘅一班政治犯。
我本身唔係好熟悉人歌，所以我就唔講人歌嘢。但係呢、這個都係好關鍵嘅，因為好多人就係、是、啊，我唔識得李卓人，我未必支持李卓人，所以就唔投票。我希望就係俾大家一個理由，就係、是、就算你唔夠熟悉李卓人，你唔係好中意李卓人，你對李卓人有啲質疑都好，今次嘅投票對你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我哋知道睇翻東北案就知道啦。其實當日好多議員都係出去抗爭，其實人哥當日都係出去抗爭，可能都改變唔到乜嘢，撥款都係過咗，我哋都係要坐監。我哋見到選舉贏一個議席，未必會成為我哋民主變得更加好嘅一個突破點，但係輸咗呢個議席，就好容易令到呢一點咧成為社會急劇變差嘅一個轉捩點。我哋非常之唔希望係咁樣。我哋見到而家出咗嚟嘅政治犯唔少，但係坐緊監嘅政治犯仍然係有好多。我哋聽到之前半年13个月，大家非常之傷心驚訝，但係今日已經係去緊3年、6年、7年。我哋見到如果社會繼續變差，只會有更加多嘅年輕人成為政治犯，成為政治檢控嘅受害者。我哋唔希望係咁樣，所以好希望就係話，就算你對而家選舉可能你覺得冇乜希望，可能你見唔到一個曙光，但係好起碼嘅一樣嘢就係，我哋揀翻一個我哋可以監督到嘅候選人入去。你揀陳海欣，你俾陳海欣入咗去，你話佢做錯咗咧，佢都唔會聽你講。大家可能之前指出話，哎，仁哥過往有一啲你質疑嘅地方，但起碼透過我哋嘅發聲，一個民主派候選人好明顯佢係可以聽到我哋聲音，可以跟住我哋社會步伐去進步。但係如果呢個議席輸咗咧，只會落喺一個令到社會急劇變差人手上。好希望大家就係珍惜自己嘅選票，一定要走出嚟發聲。如果你未決定好嘅話，都麻煩大家走入去票站裏面做你最後嘅決定，唔好放棄你每一個機會、每一次嘅權利。大家好，我係劉國良，咁都係13+3被告之一。咁我想講嘅咩咧？我哋坐咧就坐咗判咗13个月啦，咁實坐係坐咗3个月啦。咁其實好算少嘅。咁咧，我想講咧就係喺香港咧，你畫同性戀漫畫係應該係冇事噶嘛？唔知大家有冇睇呢個最近嘅新聞？大佬，我哋坐3个月啫。喂，嗰、那個國內一個同性女畫女同性戀漫畫嘅畫家，10年啊，大佬，10年啊！同性戀漫畫啫喎，咁我想講就係、是，如果大家唔想將來喺香港大家嘅小朋友玩玩下 Pokemon 嘅時候俾人拉咗咧，係有咁嘅可能喎，的確有，係咪？咁啊睇，請大家票投李卓人啊，係就咁多。我都簡單啲講，我叫新李良，叫梁東北案第一被告。坐今日子唔算好長，但係我想反映一下裏面在囚人士對於阿仁哥嘅感覺嘅。喺民主派嘅議員入面咧，對仁哥即係最多嘅感覺就係佢一個為工人嘅議員，佢一個為基層嘅議員。我哋在囚人士非常之簡單，我哋食好住好，見到個香港好，香港嘅政制未來有發展，我哋就開心噶啦。我哋見到仁哥就做咗呢一點，所以希望大家。聽日3號推投李卓人，多謝大家。最近咧，政府咧係被判咧係違憲嘅，封鎖呢個公民廣場。但係就喺呢個公民廣場案咧，我哋就有朋友係因為咁樣而去入獄。咁我哋請佢發言。係各位地區嘅市民朋友，大家好，我係羅冠聰。咁首先一嚟咧，一定要提醒大家，聽日記得走入去票站，九龍西嘅朋友支持3號李卓人。咁除咗聽日有香港嘅選舉咧，今日咧都有台灣嘅選舉嘅。咁好多後生仔咧都走嚟同我講，佢哋好羨慕台灣能夠有公投，無論係支持定還是反對同一個議題嘅。無論支持定係反對一個議題嘅朋友咧，都可以走入票站去表達佢嘅聲音。
而他哋所有政府機關的首長咧，都係已經全面直選噶啦。咁好多朋友就同我講好羨慕啦。咁我就同佢哋講，其實冇咩好羨慕。你大家諗下，台灣喺黨外時期七八十年代，我哋在場所有人都話係政治反，但係同佢哋嘅遭遇相比咧，簡直就係小巫見大巫。喺七十年代尾，佢哋搞一次嘅非法嘅遊行，即係嗰陣時政府係唔會批准你遊行嘅，但係市民要上街表達聲音。他們可能面對的是終身監禁，甚至是死刑。大家聽到是不是都覺得很詫異？所以我覺得我們所有的香港人，所有現在在前線抗爭說自己是政治反的人，其實我們都沒有理由傷心，沒有理由憂懷喪志，因為台灣大家都會現在覺得很民主的地方，其實他們走過的路呢，所花的血汗是比我們更加更加多，香港的挑戰才是剛剛來。所以各位一定一定不可以憂懷喪志。在台灣我們 見證到即是這麼多這麼爭取民主的歷史，回到香港我們經常都會在這裡問議會還有沒有用政府這樣破壞個議會，我們是不是就代表要放棄個議會台灣過去黨外幾十年的運動，他們從來都沒有一次、沒有一秒、一絲的懷疑是要全面撤出議會的。就算那個議會好像都沒什麼用，但是他們覺得那個是他們可以發表政見的平台，他們是可以透過唯一可以選到的議會表達他們的聲音，他們從來都沒有放棄過。而很多地方的經驗亦都說到呢，其實那種置諸死地而後生，我們一起全面撤出議會，世界就會變好的這種想法呢，可能是會有些過於天真。我們爭取民主真的人要揼石仔這樣揼，不是說我們好像鳳凰這樣涅槃重生，死完之後就一定會好，其實現實不是這樣的，死完只會死得更加慘的。所以我覺得在現在任何一個議席對於我們議會選咗入去，未必係會為大家爭取到民主，這個真係好困難。咁但係可以令到我哋嘅社會冇咁快沉淪，可以令到我哋民主聲音繼續表達到，這個就係大家今日要去投票嘅原因，聽日要去投票嘅原因，今次選舉係要去投票。咁所以咧，即係各位今日行到出嚟，可能你未必係會覺得你會選到一個完全啱你心水嘅候選人。可能你想要後生靚仔高大威猛，嗱呢啲咧，你無論去邊一個民主地區咧，都係好困難噶啦。甚至係話，而家講緊單議席單票，你講緊一啲類似嘅地方選舉，其實你都好難揾到一個政見主張，甚至有外貌都完全係啱你心水，你會想同佢去拍拖嘅一個候選人嘅，係冇可能嘅。咁但係我哋會相信，我哋要相信，我哋選嘅是真是一個會跟大家站在一起的人。在過去同亞人都合作，我真是深深相信，假如香港未來日子是會變差，我們會面對坦克車入城的人哥，他是絕對會站在第一排的，他是會用他自己的整個的人生是會繼續投入過去香港的民主運動上面。人哥就是一個我相信他的風骨，相信他的氣度，相信他對香港的熱誠的人來的。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有了，可能其他方面都會你和我都可能會有不同意的地方，但是正正就是因為這一點，我們就要在今次的選舉支持一個是會和香港人和香港站在一起的候選人。我們再需要一個是只是會為共產黨塗脂抹粉去打壓香港人權利的人。所以各位支持三號李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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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記得入票站投票。簡單講兩句，我是重奪公民廣場案的第一被告黃之鋒。今日咧，我哋被告嘅三位當事人咧，咁周永康因為咧就喺美國就讀緊博士，所以嚟唔到啦。咁但係我哋三個人咧，都係同樣咧支持三號李卓人嘅。我哋而家知道選情係相當嚴峻，亦都完全理解到咧九龍西嘅光譜咧係有幾咁多元。我哋唔會寄望選贏一個議席會有一個翻天覆地使香港變天。
但係我哋知道咧，假若咧將三一一嘅選舉結果重蹈覆轍嘅話咧，係會令到保皇黨係更為得寸進尺。陳海欣作為一個係喺梁振英政府打過工，根本徹頭徹尾只係一個政府嘅應聲蟲。我哋好希望能夠有多一個議席，多一分抗衡嘅力量。我哋知道而家仲有好多政治嘅審訊，我自己仍然有官司在身，排喺下年有機會重返監獄。好希望我哋班嘅政治犯嚟到呢一度，係想表達對李卓人嘅支持，係表達李卓人係咁多個候選人裏面係最能夠同我哋一班政治犯同行嘅人。多謝。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反釋法案嘅一班朋友。出曬嚟！反釋法嘅出曬嚟，我哋一家人咁樣樣啦。啊，坐喺企喺度得噶，唉，一齊喺度過嚟。交俾伯伯。交俾伯伯。伯伯，你幾多歲啊？你67歲。嗱，各位，周旋伯伯67歲，都係反釋法嘅其中一個被告。其實好多人都已經講咗好多啦。我只係想真係強調一點，唔好話做乜都冇用，或者話自己冇用。其實過去咁多年來，已經有好多聲音㗎啦。遊行示威冇用啊，六四燭光晚會冇用啊，集會冇用啊，激進嘅你都冇用啊，都被人拉啊。到而家咧，最輕騎嘅投票都話冇用。嗱，唔緊要嘅。我明白，特別好多年輕人咧都會覺得灰心啊、喪志啊，冇用咪唔去做咯，有用先去做噶嘛。但係各位你記住，到頭來嘅結果係咩咧？唔係話共產黨最開心。嗱，我哋話冇用，我哋唔做嘢，共產黨唔係最開心啊。共產黨咧只會係打多兩下。得明白，係。好啦，係得，了解下。嗱，各位冷靜啲。嗱，其實呢、這個大家都可以細聲啲，細聲啲，我哋明白。嗱，各位，跳樓跳落嚟，你都殺死你！係好，嗱，各位，繼續。嗱，其實咧，你見到香港人好辛苦。壓力亦都好大，但我哋係啦，冇錯，係咪？嗱，香港，香港真係壓力好大，係咪先？OK，OK。嚟各位。嗱，好簡單，我啱啱講咗噶啦。如果我哋唔出聲，如果我哋樣樣嘢都話冇用嘅話，到最後共產黨只會打多我哋兩錘，香港人嘅壓力更加大。嗱，其實啱啱見到伯伯60幾歲、50幾歲，陳淑莊同我40零、30零、20零，喂，個個而家都係面對緊監禁嘅。如果我哋再唔企出嚟投票嘅話，甚至乎有好多年輕人聽日話冇所謂唔投票嘅話，到最後喂，其實只會越嚟越多人坐監。所以我喺度最後呼籲各位唔好放棄。如果你聽日話喂約咗人食呢個日本放題啊，唔投票啊冇用啊，你真係問一下我哋坐監嘅各位啦。我哋坐監嗰陣時喺水飯房食嗰啲飯，比起日本放題難食千萬倍。而如果你聽日唔出嚟投票嘅話，係好有可能10年、20年之後，到你冇得食日本放題。所以唔該，即係懇請，唔好放棄。我哋已經係俾人打到扁曬㗎啦。我亦都喺度要講，我哋係衷心咁多謝上幾代，因為佢哋係努力。是頂住香港的沉淪，縱使個力量
係有幾微小都好，大家係一齊頂嘅。如果想當年，上一代包括李卓人，係唔想去北京聲援學生，好似梁家傑佢哋咁樣，喂唔組織人群眾頂住廿三條，佢根本上冇今日啦，冇雨傘啦。仲有最後嘅就係話，其實大家唔好忽略，今年啱啱18歲可以出嚟投票嘅香港人，其實雨傘運動嗰陣時候，佢係得14歲。好多呢啲新嘅年輕人或者新嘅選民，佢哋都未經歷過雨傘運動嘅，佢哋亦都未必有親身經歷過嗰種無力感嘅。咁佢哋今日就會問啦：點解個個哥哥姐姐都話冇用啊，都話無力啊？咁佢哋會有疑問喎。咁如果我哋繼續強化或者透過話唔投票呢樣咁嘅杯葛行動，咁你點樣對得住而家啱啱出嚟18歲嗰啲僆仔啊？甚至乎而家讀緊小學嗰啲啊？嗱，所以唔好理不同光譜嘅，唔可以放棄自己，更加唔可以放棄香港。今次投票唔係投票俾李卓人，係投票俾香港。有冇？好，咁下一單案件。係，仲有刑廟案嘅保刑。保刑。我冇時間咯，收你。唔好意思。係啊，保刑。邊個啊？喂，疫苗案嘅。喂，仲有啲疫苗咩？嗰啲。我仲有。係啊。你最多講。係啦，仲有阿敏咧。嗱，各位，我哋就係雨傘運動最後嗰日政府清場嘅被捕者。當然嗰時有兩日嘅，我哋就係11月，我同阿之峰同阿敏就11月26號。咁然後加埋前一日咧，總共都有成40幾嘅人係被檢控嘅。咁我想喺度講一講咧，就係話當日除咗好似阿之峰啊呢啲咁出名嘅人之外，我嘅同案係包括有好多一般嘅市民、年輕嘅人，有啲啱啱湊完仔放學參與嘅一啲家庭主婦，即係其實就同我哋而家喺附近嘅任何一個普通人係一模一樣。當日佢哋明知道雨傘運動已經去到一個即係被挫敗嘅時候，但係佢哋堅持喺度面對政府，用一個民事禁制令，就是、用藐視法庭呢個大拇指嚟壓我哋。但係當時好多普通嘅百姓依然企喺度，唔怕呢個法律嘅呢個刑事藐視法庭呢個大拇指。所以希望各位點解係佢哋咁做呢，就好簡單，就係因為唔順氣啊嘛，就係因為要守護香港啊嘛，要支持香港嘅民主運動啊嘛，唔係立亂俾你政府立亂打壓嘅。所以他們是堅持下來，當然他們要付出一個代價。現在我想跟大家說，我們到現在一樣是要守護這個最基本的民主的運動，我們希望的運動能夠繼續推遲推延，還有我們守護一個我們基本的民主。所以希望各位，你不需要付很大的代價。各位市民，我們只要明天花最多半小時的時間去投票站投票，就是撐三號李卓人。大家記住，當初雨傘運動我們不是為了哪個政黨，我們不是為了哪個人走出來的，我們只是一條心，是為香港的民主、香港的運動。所以希望各位明天發揮民雨傘運動的精神，希望各位花短短的時間投票，刮醒林鄭，叫他告訴我們，告訴林鄭聽，我們不是算數的，我們不讓你燃燒庫房，我們不讓你扼殺我們香港的民主。明天投票。好，我們是有被 DQ 的，被無理 DQ 的議員和候選人。姚生隊有另外組合的阿蒙，阿蒙，阿聰，小麗呢？我簡短講了先。好，
聽日一定要再去票站再投三號李卓人。仲有呢，唔單止自己去投，叫埋你嘅親戚朋友同埋你識得嘅九龍西選民，因為我哋上次係爭2000多票，大家行多一步，投多幾票，贏翻呢一隻。嗱，我相信咧，大家識仁哥咧，一定仲比識我咧仲要多啦，係嘛？仁哥喺民主派咧係服務咗係20多年，而且咧係有18年嘅議會經驗。但我今日想講嘅更加重要嘅就係喺過去半年，越嚟越多證據話俾我哋聽，其實你投嘅一票俾民主派，俾三號李卓人，唔單止係支持我哋民主派，更加係守護你個荷包。大家睇到東北岸頭先，我哋睇到有幾多人當日係想去阻止呢種不公義嘅撥款，而家證明咗啦，就係原來政府收地專係幫嗰啲地產發展商嘅囤地，搞原址換地方案。好啦，跟住大家睇公民廣場，我哋一直就係話公共空間，所以大家咪入去守護咯。而家證明咗佢係公共空間嚟嘅，係一個不公義嘅檢控。最緊要最緊要嘅，大家睇到沙中線就係我哋當日喺立法會積極係要阻止呢種超支嘅撥款，終於而家揭發，其實咪就係削鐵沉鋼造假，路政署話去報警啊！大家睇到千真萬確，就係因為政府同嗰啲商界、承建商、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大家今次如果再不出嚟投三號李卓人，你跟住就會連你咁多年嘅辛苦積蓄10000億，就俾政府一個項目幫你倒曬落海啦！呢一個項目大家睇到，當我哋民間話會10000億嘅成本嘅時候，建制派走咗嚟講賣住宅地都過10000億，跟住我計條數踢爆冇可能。去即刻找38個經濟學者出嚟再計過，就話係4800億啫，由10000億即刻急降到4800億。你話建制派作大唔眨眼，千真萬確。跟住啊，大家睇下傳媒上個星期揭發，原來填海用嘅基沙背後嘅金主就係香港嘅地產發展商。千真萬確的利益輸送，大家聽日記住出嚟投三號李卓人，守住你的荷包，不可以俾政府洗曬我哋嘅積蓄。多謝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香港眾志的周庭，我就喺今年嘅一月，係因為想參選港島區嘅補選，而最後係俾政府係取消咗我作為，即係唔俾我參選，唔容許我參選啦。咁我相信而家可能有好多住喺九龍西，你又係選民嘅，可能係居民或者年輕人，可能你哋係好糾結、好猶豫，應唔應該去投票？可能你哋覺得香港已經冇得救啦，建制派喺議會都玩曬，我哋擺多個人入去，其實立法會咧都唔會多咗力量。又或者你哋可能會覺得我又唔係好信任李卓人，又或者我又唔係好熟悉李卓人，點解我要投票呢？但係我就係想同好多你哋而家仲係猶豫緊投唔投票嘅朋友，特別係年輕嘅朋友講，每一票都係好重要。而在我們當我們看立法會的時候，當然我們知道即使仁哥入了去，建制派都一樣會是立法會的多數，他們一樣會去嘗試去到操控，或者就會去保皇，什麼都投贊成。但即使是這樣都好，每一個民主派的議員，他們入到議會，他們的價值不單止是他們的一票，不是說他們少票一點他們就沒有用。每一個人，每一個民主派的人，如果他們有資格走入去議事廳，他們等於就等於是多一份力量去抵擋住政府的不同的惡法。剛才姚教授說了很多，其實接下來立法會都有很多大白象的基建會在立法會進行審議，包括大家會是最關心的東大嶼人工島那個的撥款呢，之後都會在立法會是做審議，可能下年呢他已經有個有些研究，關於人工島的研究呢是要在立法會拿錢的了。在那些時候，雖然我們知道民主派都是少票一點，但是多一個人，多一個人去到質詢政府，
守住嘅荷包，而係我哋要有一啲能夠代表我哋聲音嘅，係入到立法會，係用唔同嘅手段，抗爭又好啦，投票又好啦，去阻擋啲惡法，去到令到咧香港人係有能夠有一把聲音咧，係喺立法會嗰度。嚟緊建制派會想喺立法會做好多好無恥嘅事情，包括最近可能大家睇新聞就係建制派咧提議要喺立法會搞個停賽制嘅，即係如果有啲議員咧，佢哋覺得唔順眼，譬如話有時會衝咗出去，想阻住主席啊或者等等嘅時候咧，就可以有個停賽，就係唔俾啲立法會議員開會，仲要罰款咁樣。根本議事就係一個立法會議員嘅職責，就係佢哋嘅天職。大家建制派竟然想搞個制度咧，係阻止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開會，呢個係非常之無恥嘅。所以我哋好需要有多啲民主嘅力量，係能夠入到去立法會去抵擋呢啲咁無恥嘅建制派喺喺議會入面咧係。是不斷在保皇，不斷只是為政府去維護政府，所以很希望各位市民，可能你們好人好糾結，但都很希望你們聽日花少少時間可以去投你們很重要的一票。今次的選舉絕對不是一個容易的一場選戰，所以每一票每一票都是很重要，希望大家聽日花少少時間去投票，多謝。好，都靠咗成個幾鐘頭啊！其實咧，正話阿周晴同埋嗰啲十三至三加三嘅政治版講嘅嘢咧，喺下個禮拜咧就我都會審嘅。第一個就係、有關 DQ 嘅問題，我就會喺11月28號啦，就正式上台。關於喺呢個立法會裏面的議事廳示威，我被控這個最荒謬的藐視立法會罪，這個律政署的上訴，因為我是贏了官司去上訴，都是同一個禮拜舉行。很多人問我的阿波說，為何你不出來選我，我上緊訴啊。各位，我守尾門六個，有五個已經是補選了，為何會守到尾呢？我就是希望香港的終審法庭做一個正式的判決，我希望兩個客席的法官是會同意 DQ 我是沒有不對的，3-2大家都說完了。我其實打官司很多人說你蠢啦，長毛，現在香港的法官很公正的啦，有革政治壓力太大，是啊，盡力的啦。我覺得都不知道法官的腦子想什麼，心想什麼。各位，你們不入得法庭去藐視法庭或者教法官怎麼審，你不能夠在法院門口截住法官要他判我贏的嘛，是不是啊？所有的政治犯都有一句的，公義不必在法庭，公義在良心法庭。各位，投票就是良心法庭啊，你去說誰對和不對啊，你對法官判案這個不喜歡，覺得香港的法治向這個共產黨倒向，被壓到要判我們坐牢，要褫奪我們資格，你一個 Facebook 鬧有沒有用？你要出來投票，說香港的選民用選票去支持一個陣營，這個就是明天投票的意義，說太多是浪費時間的，有多長遠啊。如果一個社群是連這樣都不做的，那就沒有了嘛，人家踩你嘛。所以人家說告急，你是告急啊？是啊，我解釋為什麼會急，因為我從來都不講廢話的。急是什麼啊？是馮劍基
馮檢基明知他會輸都以懲罰民主派不民主為理由出來拿回個選票，我不再講戒票，是不是？我問他，我說你是不是說你自己一個人出來會贏到一個民主派推薦候選人，你是不是這樣？他沒有答到。所以我說民協的區議員，民協要積極跟李卓人去拉票去洗腦，因為解鈴還需繫鈴人，如果不是是沒辦法贏的，這個我想民協知道。第二就是說焦土派現在急到是怎樣呢？就是說打場六分波了，鄭說不如投落塵埃在那裡，幫住你不死。各位，這個的建議和說射落海是一樣的，原因是沒有手影足的。如果你投了下去給陳凱欣，陳凱欣多選票，真的千萬不要，陳凱欣今次有12萬票，有呢就是這班人投下去的了，他只有10萬票而已。 OK， 跟著他們還要說一件事，就是輸了好過走開一點，你看看有群豬在這裡。各位，我在這裡說為什麼我們有危機，為什麼我要叫其這麼多人出來投票，因為上次我們這個換屆選舉是16萬票，他們是11萬票，是沒得追的了，兩年之後是沒得追的。我跟那些本土派說，他說我如果說他就是叫做屌票，即是說他不投給我，我預了你不投。我現在向其他的人呼籲，因為這些這樣的舉動，我們才覺得16萬票減11萬票是有問題。我要說一個人覺得沒有希望去自殺，然後跌下來砸死人，好像那位女士那樣，我跳下來，或者是殺完人自己去自殺，都是愚蠢的行為。這個是黃毓民叫大家做的愚蠢的行為。講政治犯，本土派的政治犯不是羅冠聰拉的，不是李卓人拉的，不是梁家傑拉的，不是姚松炎拉的，不是戴耀廷拉的，你們叫你們的總等去投票給陳凱欣或者謝樂海，是幫助那些將你們的意思，所謂意思拉入去坐監的政府，這個完全不合理的。我在強烈譴責黃毓民的行為。如果再是這樣，我即是 你如果再是這樣，如果真的你的陳凱欣多票，你我解釋一下，我告訴大家，所有投過黃毓民、游蕙禎、譚國橋、吳文遠、毛孟靜、黃碧雲和小麗老師的人，都要投三號，投過姚松炎的人一投再投，再找多一個，我看你有多少射落海。好，最後呢是有民主派的友好呢，都是繼續是支持我們，來到今天是支持住李卓人的首先很簡單，就是可以灰心但不要死心，因為其實不經不覺大家知道明天那一票呢，每一票已經可以左右大局，因為這一票呢將會為香港人而投的，很多區未必有這一票，大家就全部人望著這個區了，你才有一票的。而這一票其實是強而有力的一個訊息，分組點票那個 的打不打得成平手啦，還有究竟你是否已經引咎這個的建制派在立法會裡面的即胡言亂語。早兩天跟何君堯辯論，他可以夠膽說同性戀者呢就是這個的歧視，他們是沒有問題的。
你又會見到建制派為了要通過50,000,000的觀塘噴泉無所不用其極，說很喜歡水啊涼口風都很舒服的蔣麗雲，我們現在都會繼續挺起胸膛去打這場選戰，因為我們目標是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我們不想陳海欣贏，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們知道中間有很多的遊離的朋友，可能到這一刻都未決定投哪位，甚至不知道投不投票好，但我們希望用最大最大的誠意呼籲各位，你這一次這一票呢，很有可能我們不知道差幾多，可能是幾百幾千左右的相差都可以左右到大局的了。既然每一票都這麼重要的時間，我們問一問心，我們是不是真的不再關心這個地方呢？昨晚李卓人團隊有 最後一波的宣傳片，它裡面打一個訊息出來，就是說究竟我們過去幾年可能我們都會開始慢慢迴避一些很厭倦看的新聞，或者我們可能已經不想再理，我們有無力感，但如果有無力感的話，香港人應該要戰勝它，而戰勝它最大最大的作用就是明天你手上那票。所以我們呼籲各位，我們呼籲尤其是在現在這一刻你都還在想投不投票的朋友，我們呼籲你投票啦，就算你投哪位都好，你出來投票先，然後你再而你就可以去想究竟投這一張票投落哪位候選人度，才能夠達到一個最大的目標。最大目標是什麼？究竟我們過萬億的公帑是不是要扔落那個的人工島？究竟我們未來是不是要繼續看著一些的地區的大白象小白象陸續通過？我們是不是要繼續看著分組點票繼續失守？所以我們希望明天最大的關鍵就是這一刻未決定投票或者投哪位的朋友，我們呼籲你明天為香港走出來。謝謝。好，好，各位，一國兩制的精髓是什麼呢？就是要保持香港的價值制度，做事的方法是跟內地和大陸不同的嘛，這個就是精髓。過去的21年，香港的制度、價值、做事的方法是完全崩壞，越來越是大陸化，越來越是內地化，令到外國是有一個藉口，就說喂，香港不可以繼續保持獨立關稅區了，我要將你和深圳和上海等同了。如果一等同，那即是一國兩制玩完了。剛才有個阿叔談過來跟我說，如果要保持一國兩制，就只可以投三號李卓人。那大家記住，是很有智慧的，你如果要香港這一制繼續維持下去，要你的仔、你的孫仍然可以相信香港有自由、民主、法治，做事的方式是跟你、跟你阿爸、跟你阿爺經歷的一樣的，請你聽日一定要出來投票。三號李卓人是保持一國兩制唯一的選擇。三號李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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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謝永寧。香港人呢就其實最厲害的了，我希望西九龍的市民呢一樣是這麼厲害，因為香港人厲害，為什麼呢？就是在最後的關頭，最重要的關頭呢，香港人就會走出來了。如果你想香港還有法治、還有民主、還有自由呢，請你，懇請你明天出來，無論你投哪個黨派都好，懇請你投票，當然最好當然是投三號票李卓人。多謝曬。好，多謝大家。咁我哋繼續嗌幾句口號作結：票投李卓人，票投李卓人，票投香港人，票投香港人，集中票源，集中票源，全家總動員，全家總動員，票投三號李卓人，票投三號李卓人，集中就贏，集中就贏，分散就輸，分散就輸。
支持三號李卓人，支持三號李卓人。好多謝大家。好。好好好。